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四场赛事四番千二的草地赛，大热暂时显示是三。王琦巨翼好，嚟一起步嘅时候咧，大家都同步约出啦。前面快啲嘅马咧，见到呢只魅力之鱼摆咗喺前面走啊。第二位喺出边骑上去咧，仲有呢超越名区啦。最出宝丽生辉啊，内栏第四幸运旅程中档第五标志科学啊，响外边咧德力宝区俾人顶咗喺出边。内栏有飞跃海船啦，在马林中间咧紫色衫红帽多多配合啊。后边嗰几匹马啦，骏爵士咧中间位置钻石宝宝啦，外边啊威力星黄衫啦，暂时殿后系神。周十二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嘅时候咧，前面魅力之鱼啊占先少少嘅，宝丽生辉黐住佢啊，内栏第三有幸运旅程第四位出边拍住佢咧，仲有呢只超越名区啊，响出边上标志科学啊，一路兜出边嘅马望空咗，系德力宝区啊，偷入边位置上仲有飞跃海船嗰啲马，好啦，斗到嚟最后咧三百米到啦，前面魅力之鱼仲系占先噶，咁啊见到外边超越名区追紧上嚟，出边标志科学啊，外边仲有德力宝区，最后百零米啦，占先嘅马。仲係魅力之餘啊！外邊打上嚟有標誌科學，中間係超越名區，入邊幸運旅程接近終點，一放到底，一出即勝，係魅力之餘啊！跑第二名嘅馬係標誌科學，幸運旅程跑第三，超越名區咧就結果跑第四啊！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只魅力之餘蔡若翰馬房啊初出馬，佢都係四歲嘅，結果擺咗喺前面走，一放到底，一出即勝，第二名嘅馬標誌科學，第三幸運旅程，第四超越名區。六号嘅魅力之鱼啊，巴道啊，夹住蔡若翰一齐开斋喎，结果一放到底，最后十五倍跑第二名咧就系苏兆辉啊，三号标志科学啦，第三名二号嘅幸运旅程，咁啊钟奕丽啊，第四名一号超越名区潘顿，呢十零倍啊啱晒佢胃口啊，近呢几季，但系一出即胜喎，魅力之鱼，俾佢放顺咗第一只弹出嚟。咁陣間嗰隻魅力嗰隻貴啲，但嗰隻可能都要睇住咯喎。啊，見到咧巴杜啊，咁啊蔡若翰，終於都贏馬啦，巴杜。阿蔡都開齋啦，佢好快出到嚟啊！即係試習啊，比較即係跟下馬啦出。菜咧就冇事俾你睇咯，系啦，好快，嘣一声飞出，专登咧缩咗喺后边掩掩影影咁，出到你嘅情绪啊，各样嘢都可以，都几好样嘅马嚟嘅，十五倍，或者马主啊，留翻自己个名啊，落呢只啦，睇下系咪真系好啲喎吓。苏兆辉啊，继续攞分，得嚟补佢系蚀唔到啊，沿途际遇都差啊，呢步。頂佢出邊啦！多多配合下咯，攝住佢，佢就一路三搭啦。好啦，睇下預計派彩啦。跑第一名就係六號嘅魅力之餘啊，獨贏派151.5，位置派50蚊。跑第二名就三號嘅標誌科學，位置派16.5。跑第三名係二號幸運旅程，位置派16蚊。連人位三搭六派384.5。二重彩六號、三號順序派984蚊。三重彩六號、三號、二號順序派4048蚊。單 T 派425蚊。位置 Q 三搭六派128.5。二搭六派128.5。二搭三派41蚊。跑第四名就一號嘅超越名區。咁只海嗰只飞跃海船系点咧？都系好均速，唔上唔落嘅噃。多多配合啊，冇乜点望空。幸运旅程啊，跑到我都啱晒噶啦。嗰只谷草好啲啊，跑翻谷草啊。三拣一嘅预计派彩胜出系 A 三蓝门嚟嘅，派36蚊。好啦，见下巴道嘅样先，喺海船门啊。睇翻個巡航影片，一出閘自己彈出嚟好快啊！三度魅力之餘啊，相反嗰只鑽石寶寶咧頂一頂啊梁家俊個頭喎，咁啊出閘慢咗，後邊嗰只灰馬，咁啊前邊啊仲有啲超越名區啦，外邊啊寶麗生輝，幸運旅程啊守呢個位都啱嘅，派住只標誌科學，德力寶區想攝攝唔到啊，內側有啲多多配合啊，咁仲有嗰只飛躍海船、威力星啦、鑽石寶寶、進爵士，暫時殿後神州十二。步速方面咧，頭兩段就稍為慢啲嘅，咁啊大家都跑啱噶啦，好多啲即係熱門嘅馬係德力寶區攞位就爭啲啦。
譬如你話標誌科學，甚至洛菲嘅超越名區、幸運旅程，咁我諗都係大家預期之中嘅位置出現啦。咁喺佢內側咧就希威森嗰只飛躍海船嘅，咁我見只馬好早已經要騎嘅啦。咁係咪依家千二對於佢嚟講咧係即係唔係話咁啱腳法咧？呢度就跟住阿潘頓啦，嗰只超越名區，隔離就多多配合咧，都唔係話咁望空得到嘅。超越名區一孭到重磅真係爭啲嘅喎，呢只洛菲，但佢打嚟打去都咁上下位置。嗯。有冇咩馬追咧？係咪步速都係慢啲？前面嗰陣翻咧，都係暫時見到就係啦。分段時間頭段24秒正，第二段22秒73，末段22秒73，總時間1分09秒46，比標準時間慢1.5秒。